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今天的视频日记。然后我现在才下课不久。对，今天是元宵节嘛，还是想着跟大家见一见，所以就录一个视频日记吧。到现在我还没，虽然是元宵节，但是到了现在我还没有吃那个汤圆和元宵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决定一会儿去。点外卖点一个送过来，送到宿舍也行。对，今天的话，我觉得就蛮还是蛮蛮，也不算吧，就也不算普通吧，就是照常。上课准备艺考的，准备文化课的，对，然后别的倒也没啥了，对。然后就是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我等一会儿准备休息一下，继续写作业了。这里就是一篇非常非常简短的视频日记，目的就是为了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